开镜以一台放置在虚拟舞台上的钢琴展开序幕，钢琴上方布满光纤线，光纤线由上而下伸延与钢琴连接。荧幕显示一位男子的身影从左方走到钢琴前坐下，营造出神秘的气氛。荧幕特写男子双手弹琴，钢琴面上随着琴音投射出香港知名大厦的全息图影像。荧幕显示正在弹琴男子的正面，清楚显示甄子丹的样子。钢琴面上继续投射出香港知名大厦全息图影像，荧幕显示钢琴面上弹出香港 Hong Kong 荧幕盖字。甄子丹的旁白说，这个城市一路走来见证了我的成长经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舞台香港。荧幕显示舞台，甄子丹继续在舞台上弹琴。甄子丹的旁白说，在这个舞台上有无限的机遇挑战。画面转到政府总部外，甄子丹继续在同一台钢琴上弹奏乐曲，四周是商业大厦 Future 和游动的鲸鱼全息图影像投射在大厦外墙上。甄子丹的旁白说，让我谱出专属于我的乐章。荧幕显示商业大厦外墙镜面倒影一架飞机的全息图飞过，画面在街上虚拟飞机飞过政府总部，门敞开。甄子丹的旁白说，香港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荧幕显示甄子丹在弹琴，有一架飞机从右飞过，背景是香港国际机场。甄子丹的旁白说，香港国际机场服务连接全球。荧幕显示甄子丹继续在弹琴，三架虚拟飞机在背景中从下而上飞过。甄子丹的旁白说，为世界各地人才搭建起交流的平台。背景换成机场离境大堂，荧幕盖字弹出 Skytrax 全球最佳机场出入境服务。甄子丹的旁白说，香港多年来屡获 Skytrax 全球最佳机场出入境服务大奖。荧幕显示甄子丹步行穿过虚拟一道，闸门打开，背景为商业大厦及政府总部大楼。荧幕盖字显示自助形式和出入境手续简单快捷。一架虚拟飞机从甄子丹背后飞过，甄子丹的旁白说，自助出入境检查系统一道让我迅速过关，以最高的效率与国际联系。荧幕显示缩时拍摄的香港维港景色由日转夜，荧幕盖字显示Hong Kong。 甄子丹的旁白说，香港这个国际大舞台汇集全球最新资讯。荧幕显示晚上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色，芭蕾舞者和大卫像的全息图影像投射在大厦中间。荧幕显示中式传统宗祠建筑，甄子丹的旁白说，和前卫的时尚潮流在此中西文化融合，传统文化传承新生。荧幕显示甄子丹在宗祠内弹琴，一条飞龙全息图影像在他面前飞过。甄子丹的旁白说，给我源源不断的灵感去探索更多的可能。荧幕转至香港闹市夜景，甄子丹在一栋大厦天台上弹琴，
不同的全息图影像，如水母、实验室烧瓶、robotic、hotel 投射在大厦上，荧幕显示一名全息图少女正在跑步，转接鸟瞰闹市街道，人群行走。甄子丹的旁白说，人的才能不止一面，每个人也有无限的潜能，站在更高的舞台。荧幕显示繁忙马路，两旁是商业大厦、机械人、靠弄、九龙及地球全息图影像投射在大厦外墙及道路上。一艘飞船的全息图从大厦中飞出。甄子丹的旁白说，让你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荧幕显示黄昏的香港维港景色， Seafood 奶茶全息图影像投射在大厦顶部，一条飞龙的全息图围绕着大厦飞过。荧幕显示甄子丹走到海旁。甄子丹的旁白说，香港入境事务处的人才入境计划。荧幕显示甄子丹在海旁走过，抬头望向投射在大厦上的舞者和运动员全息图影像。荧幕盖字显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荧幕显示一名科技人才和一名专业人士的全息图影像投射在商业大厦外墙上。荧幕盖字同时出现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和一般就业政策。甄子丹的旁白说，无论你拥有哪方面的才能，属于哪个专业领域。荧幕显示甄子丹在海旁随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甄子丹的旁白说，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荧幕显示一名专业女性全息图影像在大厦顶部。荧幕盖字同时出现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荧幕显示一名毕业生全息图影像在大厦顶部。荧幕盖字同时出现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甄子丹的旁白说，在香港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方案。荧幕显示一名年轻女士的全息图影像投射在香港维港海面上，与甄子丹挥手。荧幕盖字同时出现输入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计划。荧幕重现各项人才入境计划人士的全息图影像投射在维港旁不同大厦上。荧幕盖字显示家人居留手续可同步办理。荧幕显示商业大厦外墙上有盖字显示 Online Service 一站式电子化服务和资料一手掌握。一只机械手从下伸出点击了一下外墙盖字，文字亮起来。荧幕显示甄子丹在海旁随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而刚才曾出现过的各项人才逐个在荧幕出现。甄子丹的旁白说，香港有一种独特的节奏，这个舞台上人才荟萃，各展所长，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精彩旋律。荧幕显示香港标志大厦全息图投影影像和烟火纵放。荧幕显示甄子丹的背影漫步走上观景台，回头望向香港维港景色。观景台亭顶上投射 Future 和 Dream 的全息图影像，接上香港维港景色。甄子丹的旁白说，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在这里开展你人生崭新的一章。荧幕显示透出晨光的天空，荧幕盖字同时出现人才入境计划让你谱写自己的未来的标语。
右下角入境事务处的字幕和徽号，左下角入境事务处的网址。